里声声带我们回那条胡同，要阳光穿梭成雾和微风，骑着车追逐的青葱记忆中，那座红墙琉璃瓦的故宫，与喧闹的生活不同，古朴宁静贯穿着平凡不平凡的春夏秋冬。一些话语好像一粒种子在青春生长，改变未来模样，有谁知道不声不响。曾经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，想快点长大，有人等待，有人去他乡，未来多漫长。如今各自走过悠悠的时光，我们都长大，终于认定爱才是信仰，不用再流浪。当年提出的问题慢慢在岁月之中找到答案，谁追过梦不留遗憾，最后回到这超圆满的，还要发挥，我们俩发挥就不好了。哎，好好，大家都好。哎，你都走过了，不用送了，赶紧回去吧。那我回去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，走了。小雪。嗯。生日快乐。切，就知道说，也不知道送个礼物。谢谢，拜拜。要不是今天突然没有声音了，你的那段经典台词也就可以说出来了。唉，太可惜了。我的公主，你是我的全部，你的声音让我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，你的眼神让我相信一切美好将会永存。我本是个与世无争的人，但若有人想抢走你，我会赌上我的一切，血战到底。你打我干嘛？你明明那么会演，为什么之前背得毫无感情啊？我不喜欢演戏。那你现在怎么演啊？对着你可以试试。那之后不可以这样了。走吧。小雪。嗯，要干嘛？生日快乐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画了多久啊？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这些地方都是我想去的地方。等长大了，我带你去。好啊。妈，嗯，
你还记得你之前有个特别喜欢的围巾，蓝底白花的那个吗？记得啊。怎么了？我送你纪念爱是吧？这么喜欢的东西能随便给别人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有的时候呢你要去抢，有的时候啊你要学会让。哎，喜欢什么呀？妈给你买。没什么，我有点哭了。呀，睡吧。晚安。嗯，晚安。虽然2008年奥运会离我们还远，但为了协助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，希望市民朋友们积极学习英语，做一个能为外国游客讲解中国文化的友好公民。哎、eat 了吗 ？No eat。No eat。Go home eat 吧。哎，随便拜啊，随便拜。孙师傅早。哎，孙师傅好。你好。孙老师 ，morning。你什么口音啊？多大年龄了啊？瞎折腾。什么叫瞎折腾？英语是世界语言，你岁数大了你不懂。秃字白，我岁数大了，你还大我两岁呢。早。嗯。早，孙师傅。嗯，好。好，回见。好，回见啊。哎，来了啊。嗯。两位老师，咱们现在要求用英文。英文别忘了。Nice to meet you 啊，老郑，你 come 了 ？Nice to meet you too。我呀，刚 come。你怎么累他了呢？哎 ，you bike 那骑的 me。嗯，咱 walk 吧。OK。哎呀，啊，那我去打点儿 water 啊。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早，师傅。早。你们两个得空啊，教我几个英语单词。你怎么突然想学英文啊？哎，师傅，那我昨天说送您一本《中华瓷器英文大全》，您干嘛还要骂我呀？说什么大半辈子都过来了，这黄土啊都埋到这个脖子根了，那学什么英语啊？不学，真的，师傅他昨天……你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？我错了，师傅。师傅。您要想学，我教你。先教我一两句常用的。哎 ，sook， silk， sook。This is Qing， 这是清朝的 sook。墨水，哎，你赶紧过来考考我，趁着我现在都记得住啊。嗯，绣花，绣花，嗯 ，E M B， 1 M B R O I D， 哎呀，这个也太长了，这比丝绸长多了，太难了。合着人以后外宾来了，你就只给人家介绍丝绸。
算了算了，你别考我了，你还是让我先慢慢的学吧。哎呦，我现在是明白了，我们家小雪能考这个英语年级第三名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你看，还跟我炫耀上了。谁炫耀呀？那英语考得再好有什么用啊？数学都倒数的了，两门加起来还不到中游呢。哎，那个留学项目现在怎么样了？有消息吗？我听说外国的数学也不难，没准儿咱小雪出去还拔尖呢。还是没消息好，那有消息不又得吵吗？你不希望她出去啊？当然是在眼巴前好呀。你看看国外的新闻，那三天两头的出事儿，谁放心啊？也有太平地儿。那我觉得也是在家门口好，万一有个什么事儿，那朋友和亲戚都能帮衬一下。你说自己出去了，谁都不认识，你说遇到事儿多难呢？倒也是。哎，谁呀？刘老师。麦拿好了。他这是咋了？放假都不早了。月考啥了？数学就5个不及格，85分之1。考砸了？他不是挺努力的吗？只能说光努力学不好数学。看来这回是真亏了，都没抱怨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昨晚岳阿姨来我家哭诉，说要换孩子。为什么不换我呢？我都听到了。老板，我要20串羊肉串。好嘞。心情这么差，胃口倒挺好。滚。您看看这个。哎。这个项目还在推进着呢。我们用了2-3年时间搞这个事情，不可能一炮没响就熄火啊。啊，那是。少选呢，已经通过了学校这边的初选，接下来国外高校那边会派一个教师团队过来进行面试，面试成绩和雅思成绩双重达标，才能最终获得这个机会。啊，你也别担心，少雪呢是所有这些学生当中机会最大的，这次雅思成绩考了8.5分。Will you come？北京。叹什么气呀、啊？就那么几口气儿，再叹可就没了。愁呗。看你一点不发愁的样子，我就更愁。你说这闺女不是我一个人的。你有什么可愁的呀？那1000多个人就选10几个。咱闺女选上了，多优秀啊！你还真让她去呀？这不还没到走的时候吗？咱先准备着呗，这叫走一步，路可一步。还走一步，路可一步。妈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去哪去了？我跟宋年哥还有张琪出去转了一下。哎呦，看看你那数学成绩，还好意思跟人去玩呢？啊？那我英语考年级第3也没见您夸我呀。你别在那儿嘟囔了，哎，你坐过来，坐过来。你们老师今天给我打电话，叫我去学校了。为啥呀？那个2+1。你过了初选，真的？但是还要面试啊。这个我早就准备了。那有给资料啥的吗？信息、学校。资料是给了，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了。你先别跟我瞪眼，你爸也这么觉得，你问他。可以商量。我爸说可以商量。商量商量。
有这个必要吗？这国内那么多大学不够你考呀？可是我想试一试，之前明明没人反对，怎么就反对上了呢？这是我的梦想呀！你的空想吧，你在国内学习都是这样，出去就能学得好了。你万一遇到点什么事儿，你哭都没地方去哭去。您连试一次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凭什么说我不行呀？我还非得去了，就让您看看我到底行不行。你还非要出去？你以为说走就可以走啊？这出国就那么简单呐？我们现在不想，家里也没这个条件，你就在国内好好上学吧。您怎么跟那些自私的家长一样呀？就想着管着我，根本不顾我的感受和想法。你说我自私？好，明儿就给你们老师去说去。你要是告诉我们老师，我就这辈子不理您了。爱理不理。哎呀妈，你看看我吗？你看看吗？太过分了！这么晚了还不做饭？哎，你们要是不让我住，我就不吃饭了。我，哎呀！哎，找姚雪，你找他干嘛呀？他和玉阿姨吵架了。你怎么着的？隔音不好，我听到了。走，哄哄去。我就不去了，我去了该惹他生气了。也是。哎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记得告诉我。行。看着他吃完啊，不吃就饿着。哎呀，啊，等一下，你加的全是青菜，加点肉。再小雪，是我。你要是不开门，我就一直站着。饭放下，人进来。不吃就不吃，谁怕谁呀？不吃不吃就不吃。我有招。进去了，看来也没饿着。生这气，你吃点东西，容易咬着舌头。这么大气性啊！要不你也吃，这暴君一个，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。以前还说是为我好，这是为我好吗？你这么说，对阿姨不太公平。你要是来帮我妈说话的，你就出去。我之前也不想让你走，我希望你能待在够得着的地方，虽然也希望你能完成梦想。但是在我不了解他之前，还是让你待在我身边比较好。可我后来了解了，我会支持你。但是玉阿姨呢？她了解吗？她也许只会当成是又一次的突发奇想，可是这个突发奇想会带来很多的不安和隐患。如果你是她，你会怎么做？可是我真的不是突发奇想，我真的准备了好久，也期待了好久。我给你看，这是你给我的题，我全部都做完了，我还自己买了好几套呢，也都做完了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做的出国留学规划。我都做到30岁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。当然知道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玉阿姨知道。
觉得我妈根本就不想知道，凡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她全部都不同意。她不像你，能够那么快的理解我。长辈有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，但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有招。啥招呀？先吃饭。你不说我就不吃。哎，这么香的鸡腿儿，只能我自己吃喽。行吗？我吃。那你说一下啥招啊？想要对付一个固执的长辈，只能动用另一个长辈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妈。对哦，金宁阿姨，苏年哥还是你有办法。嗯，这娘养。慢点吃。嗯，好哥。还打工呢。诗音，你怎么来了？脚好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你要买什么呀？巧克力，我去帮你拿。哎，不用不用。你们那个舞台剧挺成功的。那都是小雪导的好。上次舞蹈教室那个事儿，吴欢，那边都整理好了就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打工。我先走了。诗音，我送你吧。不用。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。诗音，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没有，他就这样。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问吧。你和林诗音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哎，服务员，这酸奶在哪儿啊？哎，来了来了。小雪来了，来，快快来坐。金宁阿姨，你这块巧克力蛋糕肯定很好吃吧？哎呀，我们小雪最喜欢吃巧克力味的蛋糕了，快尝尝吧。那我不客气了。这家蛋糕店的蛋糕可好吃了呢。阿姨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呀，这些啊都是阿姨的青春岁月，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小说啊、磁带啊什么的。阿姨，你以前的生活好精彩啊，不像我妈什么都没有。可不能把自己的父母看扁了，谁都精彩过的。苏年哥不在吗？嫌我收拾东西吵到他了，一个人跑出去写生了。阿姨您还吵啊？那他是没在我们家待过。和你妈吵架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妈那个人吧，死倔死倔的，说什么都不听。不过这个事儿啊，你也得理解你妈，毕竟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她是心疼你，怕你一个人在国外吃苦受累的。不过呢，这件事儿就交给晋宁阿姨了，我一定会找机会劝劝你妈的。啊，放心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找您准没错。那我先走啊。哎，小雪。你在这安心吃蛋糕，阿姨呀，给你拿样好东西，你等着啊。Good afternoon.
Good afterno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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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左老头儿，嘿嘿。Good afternoon. How are you today? How are you today? 跟我飙外语，切！刘素年在这儿呢。喂。我刚才的英语说的还行吧？画画呢，我看。以后你见我别老这么紧张啊！这画画它是一种消遣，知道吗？画画的倒是有长进，但是有一点啊，这个不管什么画，一定要有情，以物寄情。情。像你这种半大小子，学习非常重要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抽出点时间来背点古诗，尤其是情诗。背了也用不上。你怎么知道用不上？这个生活中啊，这个好多人的情感那种微妙的东西，只有在诗里头能够说得清楚。嗯，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。您就带着我背《诗经》。是。您印象最深的是哪句啊？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。其他的您都让我自己品。就这句，您教的最仔细。这很多诗里头啊，一说到女子，都是那种弱柳扶风。但是这个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女子，她跟一个男人在同一辆车里。过去的女人不能跟男人在同一辆车上，她一点都不是弱柳。那她是什么呢？它就像一朵木槿花，虽不惊艳，却也朝气蓬勃，经得起风雨。我觉得像你这么稳重的孩子，以后得找这种媳妇儿。哎 ，Fine, thank you, and you? 他这话什么意思？孙爷爷问候您呢，我看不像。木槿花，当当当当，好看吗？好漂亮呀！这件旗袍啊，还是当年请上海老师傅做的，手工特别好。阿姨早就想送给你了，就是一忙起来呀，全忘了。今天正好交给你啊，太贵重了，阿姨。你就拿着吧，你要是不收下，难不成还给素年穿啊？过去试试。那我就先试试，不合适再还给你。合适了，阿姨还有两件呢，啊，快试吧。妈，回来了。小雪来找过你了吗？嗯，在我卧室呢。哦。哎，别过去，等一下，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今年阿姨好看吗？好看，我们小雪太漂亮了。Thank you.
还行吧。哎呀，你听他乱讲，哪是还行啊？是太好看了。对呀，不过这还是有点大啊。嗯，得让你妈帮着改改啊。那不行，我妈会骂我的。嗯，正好十一放假，叫你康阿姨去。嗯，阿姨还有两件衣服，我们小雪穿着肯定也特别好看。走，跟我试试去。哟，来吧。小雪，康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有件事儿想麻烦你一下，来，快进来。康阿姨，这是你绣的呀，好漂亮啊！小雪，喝点水。嗯，谢谢。找阿姨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这个旗袍有点大，我想让你帮我改一改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静宁阿姨送我的。嗯，难怪。这料子跟剪裁都是上乘的。我给你量个尺寸。嗯，好。好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很快就改好。好，谢谢康阿姨。小雪，我得再量一下你的肩宽。小雪，啊，我得再量一下你的肩宽。哦，好。康阿姨，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你丈夫吗？不是。那他对你来说肯定很重要吧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你的笑容不一样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笑得那么甜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男人对你来说肯定很重要。有些人重要一时，却让你痛苦一世。若是能擦肩而过，就最好了。我胡言乱语了，你快去坐会儿，我马上就好了。啊，好，快去。静宁，静宁，小雪在你们家吗？东哥啊，大半天都没找着她了，刚走。走了？啊，那我回去了。哎，别走，你陪我聊会儿来。哎呀，坐会儿。哎呀，你陪我聊会儿天啊。哎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点好东西。我刚发现的一家甜品店，味道可正宗了，你挑个口味。哎呀，我不吃这些。陪我吃，我们全家就我一个人喜欢吃蛋糕，老浪费。你挑一块。那就这块吧。巧克力味的，小雪就喜欢吃巧克力的。我平时是不喜欢的，但是小雪这孩子每次吃的时候都剩那么一小块，我又舍不得给她。这慢慢的，我就吃习惯了。你对小雪这么好，干嘛老跟人家找别扭？又到你这儿诉苦来啦？嗯，倒是没有。
更多的是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他出国。嗯。哎，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儿了。你也知道，他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我都给他张罗好了，就是吃饭我都给他盛好了放在眼前。嗯，这些他都习惯了。你说他要是一人出国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他哪知道那一个人会有多苦啊。还有他特别爱过敏，万一水土不服，这想回来都回不来。还有这国内的功课跟国外的肯定不一样，他跟得上吗？我一说这些他就跟我急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他要有你们家素年一半听话呀，那我做梦都能笑醒了。我还希望素年像小雪呢，像张琪也好啊，活泼开朗的，时不时的犯点小错让我管管，也让我体会一下当家长的乐趣嘛。哎，生在福中不知福。行，我把我们家疯丫头给你送过来，你替我管她。真的？真送我的好了，我俩喜欢的都一样，旅游啊，看小说，吃甜品呀，爱说爱笑的，哪像我们家那父子俩，没一个陪我玩的。东哥，其实作为母亲，我能理解你的牵挂和担心。说真的，我也舍不得小雪，她一个人跑那么远，我也会牵肠挂肚。可是小雪在语言方面真的很有天赋，雅思考到8.5，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，连素年都做不到。学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当地活学活用。小雪为了这次出国的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如果她放弃了这次机会真的挺可惜的，我怕他以后会有遗憾。哎，哎，回来了！哎，干嘛去？等你吃饭呢。哎，吃饭，快点的，快快快，坐这吃饭。妈，我还是想去。我的主意很难改变。但是，你要好好跟妈妈说，妈妈还是能听取意见的。拿过来的什么东西啊？今天阿姨送我的旗袍。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敢拿？不是我拿的，是今天阿姨自己送给我的，她说她穿不着了，留着也是浪费，才给我的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关系再好也不能欠人家的。你倒好，哎，不，成天的是东家蹭蹭西家蹭蹭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说你欠的这些情我不还呀？我知道了，以后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要。你说你也是，晋宁阿姨的旗袍你穿得了吗？肩跟腰都大了点，我就找人改了改。都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敢拿出去改？你不怕改坏了呀？
这个师傅的针法真不错呀！哎，这改过的地方都看不出来。你找谁改的？哎呀，谁？康阿姨。你敢找康阿姨去改？我。康阿姨是非物质遗产的继承人，那是被我们单位请来的，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怕找您改，您骂我吗？哦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不骂你了？你怎么净给我添乱呢？小点声，小点声。那我请康阿姨吃好吃的呗。你以为都像你似的，哦，吃一顿就没事了？请他这么一改，这衣服就更珍贵了。妈，原来你跟康阿姨不是一个级别的呀？你跺什么脚？他说的没错，本来就不是一个级别，人家是大师，我要向人学的东西多了。那我妈在我眼中可是大大师级的。行了。别什么好听，你说什么？拍马屁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什么时候你去商场的时候，给自己买一个漂亮的卡子，穿这种旗袍啊，一定要把头盘起来，把脖子露出来，那才好看呢。怎么从我零花钱里边扣啊？你是一家之主啊。不，我哎，谢谢一家之主，我走了，我约人逛街去了。你省着点花。你不吃饭了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上个月剩的，上个月剩。我就知道你藏着钱呢，你还跟我玩这个，你的小心眼儿。张琪。张琪，你找我干嘛？你看，收到假币了，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我妈给的，明天陪我逛街去。就我陪你？还有素年哥，但是我还没跟他说呢。现在找的我？对啊。行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我走了。先找的我，先找的我，对，他先找的我，不对，灵儿，会不会后找的才是压轴啊？不对不对不对，先想到才能先找，对对。最年少的执着，就用这首歌。